各位同学，大家早晨好。上个月的中旬，也很难得出去做了一次访问，在印度尼西亚10天，新加坡3天，马来西亚1个星期，这整整20天。这一次的访问是必要的，各个地方都很发心要办汉学院，我也趁这一次的机会去做一个深刻的了解。马来西亚的汉学院的工程大概明年5、6月份可以完工，那一边的学习我们一些构想，得到那边同修的承诺，应该可以很顺利。我们鼓励华校的老师、校长能发心认真学习传统文化，也就是群书之要，66种的语言点，希望每个人专攻一部，期限是10年。我们做研究员，学院没有学生，也没有教授，都是研究员，大家在一起学习。但是一个人专攻一部，每一个星期至少要做2个小时的报告，学习的心得做报告，报告要写出来，那么将来他的报告我们会录像有光碟，那么他写出来的讲义，这就是他的成绩。这些东西我们上报到教育部，请教育部审查，能够达到一般中国文学博士这个水平，就要求国家正式给我们授予汉学博士学位，硕士学位，那么让这些人将来可以在全世界大学里面呢教中文，也教汉学，取得这样一个资格，我们这个第一期希望能有100个人。
那么这些研究员是有待遇的，那就现在所说的他有工资，他的待遇必须能养家，跟他有一起前面做校长做老师啊，待遇足能够维系家庭生活，他就可以安心在学院里面转工。那么这个待遇我们期望马来西亚金钟学会他们来负担啊，这次得到他们承诺，每一个金钟学会负担一个人啊，有多少个学会呢？正式在政府注册的有60多个学会，没有在政府注册的大概也有60多啊，所以这个问题这一次解决了啊，大家非常欢喜。啊，这次跟他们学校校长老师100多人见面，我鼓励他们发心从事研究工作，一门深入，深年熏修啊，给金钟学会这些会长啊，与一些影响力的同学见面，我们全心全力来护持啊，支援汉学院，让汉学院能够顺利成功，目的是要把全书之要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，面对全世界啊，一切大众，将来他们研究的报告啊，会在国家电视台有一个专门的频道啊，对全世界播放，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啊，我们的目的，我们的愿求，是希望能化解一切冲突，建立共识啊，伦理道德、因果教育与圣贤教育啊，达到人生身心健康、幸福、美满，家庭和乐，事业顺利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别无他求。啊，我们自己的愿望是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在这个世间我们决定是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啊，我相信这是我们净宗同学共同的愿望，共同的目标啊，这一次20天是为这桩事情付出的。那么今天又回到我们无量寿经的学习啊，今天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有很好的学习报告啊，第一位
刘素云居士。理断我不断，心定阿弥陀。刘素云老师。有同修通过护法居士给我传递资讯，说近日网络上佛门是非之争闹得沸沸扬扬，许多同修迷在谁对谁错这个圈子里出不来了，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学习韦陀菩萨护持正法。对于网络我是一窍不通，对于网络上的事情我一无所知。我曾经郑重地告诉护法居士不要给我传递任何资讯，因为今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，我们一定要集中精力抓大事做正事。什么是大事？什么是正事？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是大事，是正事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事。对于同修传递过来的资讯，我谈以下几点认识，仅供参考。一，首先要明确我们修学佛法的目的是什么。我的答案很明确，修学佛法的目的是为了学佛，学佛的目的是为了做佛。怎样学佛做佛？老实听话真干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。搞谁对谁错，打口水仗，这和我们修学佛法的目的背道而驰。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要参与。二，佛陀弟子搞和谐，不搞你争我斗，不搞谁高谁低，谁对谁错，人各有缘，因果自负。我的原则是不争论，不讨论，不辩论，不解释，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，不失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。学佛要让智慧做主，不能让烦恼习气做主。三，你乱我不乱，心定阿弥陀。目前确实有几股风在刮，这也不足为奇，因为这些年来各种各样的风就没有停止过。对于风，我的态度是你乱我不乱，心定阿弥陀。记得以前我曾经说过，学佛人要做到八面来风吹不动，心如止水，如佛。
据我所知，现在有这样四种人。第一种人，刮风掀浪者，这样的人是唯恐天下不乱，以造风、刮风为荣。说具体点，这种人就是专门妄起挑事，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。这种人很危险，应引起我们的警惕，千万不要上当。第二种人，推波助澜者，这种就是有人把风刮起来了，他去煽风点火，把声势搞大，这种人危险性更大，因为他们助邪为虐，我们更要加倍警惕，切莫误上贼船。第三种人，随波逐流者，这种人没有坚定的立场和主见，总是跟着别人跑，是典型的跟风者，糊里糊涂跟风跟到三恶道去了，自己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。这就是佛经上说的可怜悯者。第四种人，心定弥陀者，这种人目标明确，信念坚定，死心塌地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的。这种人什么样的风都吹不动他，什么样的诱惑都不能使他上钩，这样的人才是真佛弟子。他们能够真正做到你乱我不乱，心定阿弥陀。请诸位同修对对号，你是哪种人？四，怎样对待造风者、跟风者？一，不排斥，不舍弃，不放弃，劝他们觉醒回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未来佛，你是未来佛，他也是未来佛。佛菩萨慈悲，不舍一人，救一个是一个，暂时劝不回头，不要勉强去劝，时机不成熟，我们不着急，先等着，总有一天他们会觉醒回头的。不要忘了，我们是一个共同体。二，不予理睬，不给风者做搭档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让他们唱独角戏，唱累了自然就歇着了，词穷了自然就无话可说了，没有听众没有观众了，自然就自觉无趣了。五，至于有同修说他们是在学习韦陀菩萨
护持正法。对此，弟子愚痴，不解其意，亦不敢苟同，请同修们三思而后行，千万不要让韦陀菩萨听了之后流眼泪啊。什么是正法？阿弥陀佛是正法。什么是护持正法？依教奉行是护持正法。老实听话真干是护持正法。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是护持正法。六，大经科注学习班，殊胜机缘莫错过。在前面的学习心得报告中，我曾经说过，大经科注学习班是千载难逢的，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在这里，我给大家说说我感悟到的三个不可思议。一，佛力加持，不可思议。这个学习班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慈悲护念加持，得到龙天护法和一切护法善神的护佑。二，醍醐灌顶，不可思议。很多同修都喜欢灌顶，这个学习班每天都在为你灌顶，而且是醍醐灌顶，你感受到了吗？你珍惜了吗？三，恩师代佛受记，不可思议。现在在学习班里，恩师天天和我们面对面，他老人家在做什么？以老人家88岁高龄，为什么要办这个学习班？恩师是在代佛为我们根熟众生受记呀。恩师说的每句话每一个字，我们都要入耳入心啊，珍惜呀，珍惜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弟子这篇心得报告是掏心掏肺说的大实话，不知是否如理如法，如有错误之处，恳请恩师批评指正，以免弟子误导他人。一切以利益众生为第一，感恩。刘素云同学，他那个镜头能不能显示出来？过去学佛
成年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啊，他的这些事情我不再跟你重复，我想很多同学都知道，啊，他的成就凭什么？他自己说出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就是六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这六个字，就是佛在《阿弥陀经》上所说的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。别哭，什么是善根？什么是福德？老实是善根，听话是福德，能听佛的话，能相信经里的每个字，这人有大福报啊！啊，真干呢是因缘。你看他具足了，善根具足，福德具足，因缘具足，哪有不生净土的道理？啊，他的姐姐。为我们表法啊，表演自在往生，像来福寺的这三位尊者一样，自在往生，说走就走了。欲知时知，啊，什么时候佛来接他？都是佛预先把戒严他的时间告诉清楚了，到时候一分一秒都不差。啊，不可思议。那么他今天这个报告我都不知道啊，啊，也许我这里没有这些风，风没有吹到我这个地方，我没有感觉到，看了之后，哎呦，现在社会上还有这样多的风啊，还有这么同学，这么多同学迷在那里啊，各有因缘。那么让我想到古大德有一篇重要的教诲，总结刘所云居士今天心得体会，这个报告啊，古人的古大德的非常重要，关系佛法的兴衰，关系系人类文化的存亡寂绝，啊，古德云，佛法之兴盛也，啊，佛法怎样才会兴盛？
三修一缘，这个三修就是戒律、禅宗教下啊，这三学就是戒定慧啊，律是戒律，定是禅定，教下就是慧啊。如果我们说佛法分为三个三大类，就这三个，这三个把所佛法了通通包括了，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啊，全都包括了。业缘呢，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不可以毁谤啊！毁谤是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毁谤三宝，果报在无间地狱啊，阿鼻地狱。凡是学佛的同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我想统统知道啊，没有一个不知道的。那么佛为什么要说戒律，要说禅定，要讲经教学？教就是讲经教学，49年如一日。为什么？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就如同个人口味不一样啊，我想吃甜的，佛给甜的给我吃，欢喜；你想吃辣的，佛就给辣的给你吃。那佛教化众生没有定法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众生想什么就给什么，但是无论给你什么，到最后的成就是平等的，那就是破迷开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这是平等的。所以佛在般若经上才说啊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。为什么呢？都帮助你开悟了。所以佛法门门第一啊，84000法门门门第一，没有高下，还争什么呢？啊，来福寺这三位菩萨，真菩萨不是假的，都不认识字，都没有念过书，没有读过一部经，没有听过一次讲经说法，啊，他们的根性，佛是应机施教，啊，老师代表佛陀，就传授一句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这三个人都是老实听话真干啊，而且真正居住了真诚清净恭敬心，心态好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
海贤老法师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，他20岁出家剃度了，师父就传他这一句，一生没有转弯，一生没有失掉，这一句佛号成无上道了，这也是一个法门。无量法门里头的一个法门，84000法门里面的一个法门，对了来佛寺这三位大德的根基，他们就用这句话。我们想想，这句佛号加在根性圆满相应的根基上，我相信他们3年以海贤法师做例子，他20岁开始念佛，23、24岁他决定得功夫成片。为什么？他没有怀疑，他没有杂念，他没有妄想心里面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得功夫成片是念佛功夫最低的，但是这个功夫就决定得生净土。这个功夫现前，我相信阿弥陀佛会示现给你看会来告诉你，这就是佛来给我们受记，受记佛来给我们受记，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等到你命终的时候，佛就来接引你往生。你看消息就传来了，你就有把握了信心坚固，愿心坚定，不会退转了。那这样继续，如果寿命长有10年的寿命的话，你再过30年肯定得到4亿心不乱。那就是见思烦恼念断了，没有了。一方是你功夫得力，一方面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。有这个功夫往生极乐世界，生方便土，不是同居土。如果寿命还有，还在这个世人间，功夫继续不断向上提升，再有个30年，礼业心不乱。礼业心不乱是什么？破无明了，尘沙烦恼没有了，无明烦恼破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用得佛力加持，自然生十宝庄严土。当然佛力还是加持，得佛力加持那还得了啊，不得了啊，这就是真果。所以我说佛的发愿
有正法、相法、末法三个时期。但是净土宗不在这三个时期，为什么？净土宗是正法，永远是正法啊！要记住，世尊在大乘经上设三个时期是什么原因啊？什么样的条件？我们自己要回想，一听就明白了啊！什么叫正法时期？有说法的人，释迦牟尼佛说法；有听法的人，有真正修行的人，听得真干；有正果的人，正法时期。啊，什么叫相法时期？有说法的，有听法的，有修行的，没有正果的，这叫相法。啊，没正果的。什么叫末法时期？有说法的，有听法的，修行的没有了，没有人依照佛法修行了。啊，佛说戒律，有没有受戒律？啊，戒律最基本的三规五戒十善，你有没有做到？没有做到，没有修行的，当然没有正果的，这叫末法。啊，现在是什么时代？说法的没有了，听法的没有了，修行的没有了，正果的没有了，叫灭法。啊，我们遇到的是什么环境？自己知道，自己在世尊法运里头是在哪一个法运之中？如果是遇到净土，海贤老和尚，他的师父把阿弥陀佛佛号传授他，这是说法的。他接受了啊，他跟听话啊，他是听法的，听了之后真干，这一句佛号二六十中不间断，生活工作待人接物都没有丢掉，真修行，这是相法了，真修行了。不但真修行，走的时候自在往生，真果了。你们看，有说法的，有听法的，修行的，真果的，真法了，不是相法末法了。啊，所以净宗这个法门就是正法法，永远是正法。啊，真修行就是老实念佛。刘素云的报告完全是老实念佛，末后决定往生，他修的是正法，他持的是正法，他护的是正法。所以我们要向佛法兴旺，三学一缘，啊，古德云佛法之心深也，三学啊，三学，我底下用个卦符，律禅教啊，律就是戒律，禅就是禅定，教就是教下，四十九年讲经教学，这是教因缘，因
释迦牟尼佛传的，一个人传的。你要批评戒律，要批评禅宗，要批评经论，这就是批评释迦牟尼佛。问题出来了啊，其记也，即是其次，就衰了。三学鼎立啊，也就是佛法在中国这十个宗派，十个宗派建立起来了，一元忘掉了啊，三学鼎立就不是原汁原味了。三学一体一元是一体，原汁原味。戒里头有禅有教，禅里头有戒有教，教里头有教有禅。真正尝到法味呀，法味是圆满的，啊，佛灭度之后，啊，宗派成立了，这就像下滑坡了，啊，其衰也，三学互生，现在这个样子。佛门啊，每一个宗派都不服别人，自赞毁他，你就修得再好啊，戒律再严，只要自己赞叹自己回报他人，你就回报三宝。为什么？教全是佛说啊，戒定慧三学都是佛传，你怎么会帮报复？老师教我这个法门，教他那个法门，我只承认我的，不承认他的。啊，那我老师教错了，只有教我是对的，教他那个法门错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自己没学到啊，自己真学到了，一定赞叹别人。啊，若要佛法行，唯有身赞身啊，互相批评，互相告下，互相争论，完了。啊，这顶离是可以，顶离不能够藐视别人，一定要知道是一体，个人根性不相同。那其衰也呢？三学互增，到增就衰了。为什么？社会大众看到你互相增，互相批评，对于你这个宗教就不相信了，啊，就不再恭敬你了，也不再赞叹你了，也不肯跟你学了，人都散掉了。啊，只要真就衰了，肯定就衰，那一代不如一代。啊，到其极呢？三学内讧，起讧啊，内讧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要知道，内讧就是内部斗争啊。这一个道场，一个寺庙啊，大众在一起，谁都不服谁。这就要灭亡了，所以到极处啊！啊，不要说这一个道场跟那个道场不和，
道场本身不好。所以来佛寺有人成就啊，他有一句话要记住：六合道场，百人家佛。啊，这个里头修行什么？修六合敬，修忍辱。波罗蜜啊，人是什么？不说话处事待人接物啊，生活工作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为什么？通通是自性变现，是一体，哪有不好？啊，言有言的好处，耳有耳的好处，头有头的好处，脚有脚的好处，少一样也不行，你就有缺陷，不完整了。啊，样样都好，样样都第一，没有第二的。啊，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是古今中外所有汇集本里头的第一本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字字句句都是经典的原文，没有改动。啊，古今中外汇集的经多啊，大藏经里的很多啊，诸位好好去读一读《幻注问答》，你就都知道了。啊，唯独这一句，因为他小心谨慎，啊，校对了十次，十年完成的，啊，没有一个字没有出处，没有一句不在原本之内的，啊，你找不到它的瑕疵。啊，大藏经里的汇集本很多啊，这些常识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就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，不会被外面流言所动，这多么重要啊！古达德告诉我，到内讧的时候，就是现在。一些人皆为破法之人。啊，这个一切里掉了个字，一切人皆为破法之人，一切法皆贼人之法，啊，都是害人之法了。为什么呢？法让人毁谤，让人批评，释迦牟尼佛怎么做人，给释迦牟尼佛多难看，这种人能相信吗？啊，圣贤东西有瑕疵，就有人问过我。啊，古圣先贤传了几千年，他东西还有瑕疵吗？啊，问我，我怎么答复？我是有，他很惊讶。啊，怎么有呢？我说，看不懂的就是瑕疵。你自己不识货啊，把这黄金当黄铜啊，糟蹋掉了。
黄金没有变成黄铜啊，你自己把它看成黄铜了，你不识货啊，你冤枉古人了，冤枉圣贤，冤枉老祖宗了，老祖宗无可奈何啊，老祖宗有德行，不会跟你争啊，你怎么侮辱他，他能忍受啊，最后造业你都要承受因果责任啊，这是他没办法帮助你。啊，所以罚遭人批评，遭人毁谤，遭人践踏，佛菩萨看到流眼泪，韦陀菩萨在伤心呢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废书其缘，获救正在啊，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回过头来，要把根源找出来。啊，知道是一个缘，你不敢再说了。除这个办法之外，没法子救啊。啊，所以当其事为孤臣孽子，历劫三学一缘，万法同体，万法一如，自他报尔。这才能救这个世界啊！世界族群宗教本来是一家，可不可以回报？不可以啊，回报就错了，决定不能回报。那，为什么有这么多教？啊，如果是有神，有一个真神，真神在不同的地区，对着不同的根性，有不同的教学方法。都是正确的，都是救度众生的啊。那么现在的地球，由于科技的发达，交通方便，资讯发达啊，地球变成一体了。我们如果要不认识一元，就会有竞争，就会有斗争，就会有战争，就会有毁灭啊！知道我们是一体，我们的心胸扩大了，杏鲍太虚，两周杀戒，我们能接纳不同的说法啊，也就是诸佛如来啊，一切神圣，他们有圆满的智慧，他们对于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用不同方法来教导啊，让社会得到安定和谐，人民过得了幸福美满啊，不会挑起竞争、斗争、战争，这是非常不人道的事情，严重的罪恶。啊，佛门大德教给我们互相赞叹。
啊，我曾经接受法师邀请讲经。啊，圣严法师1977年啊，邀请我到大屿山宝林寺去访问。宝林寺是禅寺，每一天功课没有间断，有40多个人禅堂里头坐下，啊，圣严法师要我到他们禅堂给大家讲开示。我讲什么？赞叹禅宗，赞叹道场，赞叹圣严法师，赞叹大家同学。啊，过去我讲过六祖坛经，讲过正道果，讲过永嘉集，啊，学了一点禅宗的常识，啊，今天在禅宗道场用上了，啊，我离开的时候，跟着我去的有20多个人，啊，路上大家问我，法师，你对禅宗这样赞叹，为什么你没学？我告诉他，禅宗是上上根基。我的老师警告过我，我不是禅的根基，我是中下根基，那是上上根基。我们只有赞叹，我们学不到。那84000法门、无量法门，哪个法门我能成就？念佛法门我能成就。除这法门之外，任何一个法门我都不能成就。啊，那法门好不好？好，没有一个法门不好，门门都成无上道，哪有不好的？啊，释迦牟尼佛说法，平等法，84000法门、无量法门都是平等成佛之法，只要你对了根基，啊，不切你的基，你就没办法切入。切你的机很容易进去，啊，所以学佛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根性，啊，不是哪个法门都能学，啊，像我们每个人身体不一样，啊，毛病很多，也不是人相同的，别人能吃的药我未必能吃，我吃的药对我有好处未必对别人有好处，啊，得对症下药。佛教化众生是对症下药的。啊，佛法都搞清楚搞明白了。啊，否则的话说病急乱投医会把人病致死的。没把你治活，把你治死了。啊，学佛人，堕地狱的人很多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那么在这个时候，这些话，祖师大德的话，今天，在这个世界，汤恩比博士也说了这些话。啊，说的话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，那就是今天在核子的时代，这是非常时期。他认为世界要统合，
啊，统是统一，不是政治上的统一。政治上的统一不容易，他主张是文化的统一。文化统一里面最重要的是宗教的统一。这个世界才会出现永久的和平。那么十几年来我们做宗教统一的事情啊，提倡世界宗教是一家啊，宗教的核心就是仁慈博爱啊，宗教的核心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呀！啊，佛家讲慈悲，啊，为什么不说爱？爱怕人误会，爱里头有钱，那就坏了。慈悲是爱，里面是有智慧，不是感情。换言之，立足于智慧的爱叫做慈悲。啊，这是宗教的核心，宗教总的价值观。啊，神圣的代号就是爱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。啊，如何能把神圣的爱、佛菩萨的慈悲落实在我们的身上？我们是佛菩萨神圣的代替，把它做出来给社会大众看，身教比言教更容易引起人的注意。啊，教化众生的啊，所以世界族群宗教本来是一家，以救之而。啊，世尊的律、之律、之禅、之教，总是教人看破诸法实相，放下情执。妄想同归涅槃呢？啊，律以断恶修善为宗。啊，这教学的宗旨。以戒为师。啊，断恶修善。禅呢，以明心见性。彻悟心源，身起方便，方便是善巧方便，而无一法可得。这是禅宗。啊，教人明心见性，上上根人。啊，起这个机。啊，佛知道。你是哪一种根性，用哪一种方法教你，所以遇到佛的人个个得度。啊，佛是个好大夫，啊，诊断决定没有错误，他给你开出的药方对症下药。教教下就多了华严宗、法华宗、三论宗、法相唯识宗，
啊，我们净土宗也算是教，啊，密宗也是属于教，啊，教义彻法根源，明了诸法实相，啊，就是宇宙万有的真相。究竟放下为宗啊，你真是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这些现象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啊。所以教到最后是劝你看破放下，看破明白了，看清楚了宇宙之间什么都没有，现象幻象，不是真的啊！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包括十八庄严土啊！所以要知道这些幻象从哪来的，六道轮回从执着来的啊，坚固的执着。坚固到极处，那就是无间地狱。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，自作自受。啊，极乐世界也是自己造的。真正觉悟了，万缘放下了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到极乐世界之后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，很快就成就了，不难啊！啊，教观并明，性相豁然，全实不二。信修教彻，即教即禅即律，本来也原也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要牢牢记住。海贤法师受阿弥陀佛的嘱咐，教他表法。啊，他表什么法？就是劝告我们要回归因缘，不要再有争论，不要再有批评。啊，老实修行，无论修哪个法门都好。啊，要肯定门门第一，没有第二的。啊，大家就不会竞争了。门门是第一了。啊，这就是意味着一门深入，尝试寻求。啊，任何一门都是第一。啊，二门呢就第二了。三门就第三，四门就第四，门越多就往下走下降。啊，第一就是一门。啊，所以我们劝导大家，我们就一步无量寿经。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我们一生不会改变。我们依靠一部注解。黄念祖老居士的记注啊，经是汇集的，注也是汇集的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，经跟注起什么作用？帮助我们认识极乐世界啊，让我们信心坚定。
愿心坚固，决定求生净土。经论是这个目标。啊，你对极乐世界认识越清楚，那个信心越清净。听外面的话，心会动摇。我们对于极乐世界不认识，没有信心，啊，才会有这个问题。真正有信心，怎么会动呢？不可能的。啊，大风大浪也不会动。啊，像刘素云就是这样的，他什么样的风浪与他毫不相干，如如不动。啊，他们有意见，他不会批评；他们有争论，啊，你们喜欢争，自己去争；喜欢论的，自己去论，与我不相干。啊，我不参加他们的行列。啊，他这几句话很有意思。啊，我们一定要集中精力，抓大事，做正事。什么是大事？什么是正事？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亲近阿弥陀佛是大事，是正事，除此之外别无大事。海鲜老和尚说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过言云烟，一口气不来就来世了。啊，要知道生死四大。啊，所以古德这一篇简短的开始，啊，正可以做刘素云居士他的心得体会的总结。啊，我们要认真学习，啊，他的东西多看多听听有好处。下面，上官老师，主题：参访来佛寺有感。大惭愧弟子上官，自今年三月份初次学习贤公老和尚光碟，至今已两月有余。清净心真正起现行，是从家中小朋友可以大段背诵光碟文字，方才警惕自身之惰性和染污远远重于幼童。本月十五日，弟子随先生回河南老家，有幸如愿于第二天参访来佛古寺。森林乡间小庙，一砖一瓦一丑一脉，一一展现贤公安住世间之美德。好言说尽，亦难表达内心敬仰，始觉自身卑微傲慢。略说如下心得，警惕自己一定要行如贤公。一，安，因安得定。原本计划与小朋友二人只身前往，先生舅父一家听说也欣然同行。此时正是小麦丰收季节，满眼麦田随风而动，
诉说自然幸福之象。中原细雨滋润初夏躁动，从南阳驱车近两小时路程，来佛古寺便映入眼帘。到达时，车身已尽是尘土，如同久居都市的染心，等待弥陀甘露的洗礼。四周空旷田地，好像闲工依旧在耕种不休。弟子老少九人，感觉穿越时空，走进光碟中的大江东去，佛法西来，来佛禅寺的画面，走进闲宫的乡间净土。如今的来佛寺比闲宫昔日修行时已算繁华，居士访客虽不多，但已让这寸土之地略显热闹。听先生三舅他老人讲，当年这里根本连水泥地面都没有，两边的殿堂也不存在，真的就是大殿三间而已，隐藏在广阔田野，很多百姓都不知不晓。常言道，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百年来隐身于无名之处，不染世间争名夺利，轮回舞台生旦净末丑，世人讲究展现自我，抛头露面，离家舍业，汇集都市，拼死拼活，一生积蓄只为老病所累。这厢淡看闲宫坚守破旧瓦房，不动不移，坚守一句阿弥陀佛，不动不移，坚守一个极乐世界，不动不移。看到这些弟子眼前出现的一个硕大的字安，原来印主所说的敦伦尽分贤邪纯诚，就是一个安字，安守本分，历来顺受，百忍家风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戒律是什么？无非是印主所言之，闲宫所为之，没有奇特，没有不能为，简单易行，全在生活点滴。如果说我心就是弥陀，此方即是净土，那么移民搬家寻求境界就都是虚妄，如同弟子此行所乘车辆到达来佛寺遍身尘土，倘若不洗净尘土，即便开车出国，也是越开越脏。问题在于尘土污染本身，而不是所处外境。洗干净就见到车的本来面目，不洗干净，开去哪里都没有用处。污染太久，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
求来求去，原来洗干净就可以。这就是修行的看破和放下。闲工安住一方小庙，表演的也就是这个安。安就是戒，安就是定，安就是智慧。闲工当年不是没有机会到大城市大寺院，其弟子很多都是名山宝刹的主持。闲工想搬家的话不是没有可能，而他老人家选择身居低处，如同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众人处上，水独处下，众人处义，水独处咸，众人处洁，水独处慧。所处之处，尽人之所恶，夫谁与之争乎？此所以为上善也。92年的表法，阿弥陀佛委派给一位安住世事、精勤道业的大菩萨。闲工见佛感应，就是身心皆安，安而真诚，安而恭敬，安而清净。闲工之德，好似流水，又好似泥土大地，放下身段到最低处，承载供养一切众生。与世无争，则天下无人与之争。生前不要任何名利，身后其所行所为，能利摄无数有缘众生，流芳千古也不过如此。二求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仅仅有安，还不能自在了脱生死，唯加一字求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才真正圆满，不可思议。先生的三舅早年在社企工作，一次他老人家骑自行车下乡检查工作，行至来佛寺附近，一行同事告诉他前面是一座小庙，很有名。三舅不信这泥瓦房舍居然是庙，于是和同事前去一探究竟。当时恰逢庆功入纲第二年，接待三舅的正是闲工本尊。三舅形容老和尚很精神，很热情，面部光泽，连胡须都没有，认真解答三舅的问题。三舅说，当时这里只有3个人，很穷，也没有什么访客，所以对待人热诚备至。弟子报告给三舅，因为老和尚
他对人时时刻刻用真心，所以不论香火，不论时节，只要是有缘相遇，老和尚都是一样真心热诚。话语是说给三舅老人家，但就像一把尺子同时衡量弟子本人的行为，是否也是时时处处用真心对待一切人事。这一句佛号就像清水慢慢洗净污染的妄心，健康身心乃至无上法喜都离不开这一句阿弥陀佛。三舅的母亲是弟子先生的外婆，一位小脚老太太，活到100岁，念佛70年，临终最后一声都是弥陀佛，没吃过药，看过病，临走前3个月说师父要来接他回极乐世界了。可惜当时家中无人学佛，不知就近，今年弟子的惭愧心才小贺刚露尖尖角。因为从农历年经历最后念佛送婆婆走，听闻先生外婆往生事迹和学习闲工光碟之后，对比自己以前傲慢习气，才领悟一世虚名不如人家一句弥陀，枉费心机追赶不上阿公阿婆。小脚老太，乡间老僧，一生成佛，当头一棒，地狱烈火催我醒悟。还有什么好骄傲的？印主说，人生唯有临终这一件事无法作假，所有怀疑会集本的，怀疑念佛法门的，最好的证据不就是临终自在往生吗？肉身菩萨殿的墙壁上保存了庆功生前所着衣物，简陋至极，绝对不能思维想象在这破烂棉衣里面的是极乐世界的大菩萨，哪里还敢不尊重其妙不扬。言语无华的人们哪里去知道将来他不是如同庆功一样，菩萨再来身份莫测，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，这是印主的大实话，是真相。因为一切人的确是诸佛菩萨变化来度我这个颠倒迷惑凡夫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来佛宝殿门口有一幅对联，至此已非门外客，过来便是各中人。是的，能念会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已非极乐世界门外客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便是极乐世界各中人。
阿公、阿婆、功德等齐，诸大菩萨，真实不虚，皆因弥陀本愿加持。念佛法门，以往生见佛，就是自利和利他。自他圆满之简单易行，再也找不到其他可以代替。无量寿经之趣，就是净灯四土。即便是往生同居，便是恒生上三土，正位不退，亦圆正三不退。念佛最妙之处，就在此地。正所谓念念普利群生，心心流入觉海。贤公念念用真心，念念就是菩提心、大悲心，念念度化众生，方便就近第一名。贤公声声佛号，与弥陀决心相应，以弥陀48愿圆满果觉为自己因心，以肉身凡夫即得大爵位，不起于坐，而能成一切佛事。贤公虽不曾生作讲经，但其普利群生之功德等其讲经说法，虽隐居乡间小庙，实则早已身居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。会看的、会听的，随喜贤公，效仿贤公，所得利益一定与贤公无二无别。寺内树下有一棵蒲公英，白色绒球好像笑得十分开心。弟子拍照引来两位舅舅的好奇，一看只是小小蒲公英，便离开了。光碟中有一句话，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。这会笑的蒲公英，难道不是在表法吗？生在何处，缘在何处，安在何处？安在道上，安在弥陀佛号上。知足所以常乐，随缘方能妙用。弟子此行没有任何预约，巧逢印智师正在道场。法师朴实真诚邀请弟子参观贤公生前所住疗房，无奈三舅催促弟子赶往老家田地，必须遵从长辈意愿而与来佛寺道别。说来奇怪，虽未能亲临贤公清净疗房，但弟子心中无有遗憾，可能因为每日学习贤公光碟之故，感觉贤公就在自己身边，所经之处，所有麦田里，仿佛都有贤公耕作的身影。纯真的微笑，仿佛时时在沐浴弟子的心田，不曾觉得离开过。时空是迷惑编织的网，
觉悟一分，迷惑之网就破一分，与诸佛菩萨的距离就近一分。即使正在迷惑中，我们与世尊弥陀也一刻不曾分离。贤公之道，诸佛之道，我们也早晚会知道。三、总结。尊敬的习主席，在最近考察河南省时提出，堂堂正正做人，老老实实干事，清清白白为官。贤公一生就是这样的堂堂正正做人，老老实实干事，清清白白为僧。所以说，佛法哪里是消极的？真正的佛弟子一定是最好的公民，真正的弥陀弟子一定得十方诸佛共同赞叹。安住于世，敦伦尽分，老实念佛，心求极乐。这一个安字，一个求字，就是惭愧弟子此行的真实感受，同时感恩祝福来佛古寺净土宝刹永保清净。以上是大惭愧弟子上观的学习报告，错误之处还请师父上人慈悲指正。上观的学习报告，他有缘参访贤公的道场啊。道场也曾经要给我要求我，实在是语言不去说，那没有能去，感到很遗憾。我们看到上官的报告，是他代替我们去参观，他的感受我们听了，同样的感受到啊，这两个字表得好，一个安，一个求啊，如何能安？放得下就安了，看破之后你就有求啊，看破意味着了解事实真相，了解极乐世界的真相，了解我们现前居住环境的真相，求生的愿心就踏实了，就坚固了啊！真正发愿，极乐世界非去不可啊，不能不去，不去就错了，真错了。
啊，那么这个缘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这一次并不是我们第一次遇到，过去生中遇到很多次，都错过了机会。为什么？对这个世界没有彻底放下，啊，显功一生的事迹，对我们付出最大的贡献，无非就是身心言教，啊，这四个字，他老人家一生着重在身心。往生之后，这一个光碟，这一篇简短的文字小册子，是研究，看到身心。对于他的教诲，深信不疑，慈悲到极处，智慧究竟圆满。啊，那在眼前，我们如何落实安求？啊，首先放下。一切尽缘通通放下。我说过，除非这个缘对于地球上的众生有大利益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，把他促成。啊，没有缘呢，不要有这个念头。为什么？我们心才能定，才能安。啊，如果是攀缘、想求，你的心怎么能安得下来？怎么能定得下来？这个道理要懂。啊，大慈大悲救度众生，这一生没有缘。等来生的缘啊，不要急着求现在的缘，那就错了啊，那对往生都保不住，不就大错了啊。啊，一定是以往生为第一桩大事，放下为真正的修行。啊，我们只要一句佛号，啊，如果真正听从外面这些人反对会议本，反对无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，啊，反对我们依照这部经修行，不要紧，没关系。啊，我们通通都不学，只学老和尚一句佛号，这总没有问题了。哎，一句佛号能往生。啊，我们不参与反对这个例子行例，我们也不要表示赞叹，不都不需要，只是不说话，说话就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我什么话都不会说了。只会说这一句就行，就决定得生净土，决定跟阿弥陀佛相应。啊，这一句话能信得过，能不怀疑。啊，能坚持到底，
像老和尚一样一直念下去啊，每天该吃饭的时候吃饭，该工作的时候工作，把自己的本分事情做好了，就是尽善尽美啊，就是真正修行啊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啊，对人就像对佛菩萨一样啊，我们不都常常想着消业障，业障怎么消？心里头没有怨恨，没有贪婪，没有嫉妒，业障就消掉啊，只有这一句佛号，就用这一句佛号消无量生中的业障习气，一句阿弥陀佛，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成就往生极乐世界无量功德啊！我们的今年开始提出这种研究啊，在一起研究学习啊，今天我们恢复，我不晓得各个地方同修知不知道啊，应该有信息通知他们啊，他们都可以收看，在今天我没有看到他们的信号。哦，下面有啥？哦，没有视频，哦，没有视频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刘居士跟上官同学学习都非常有成就啊，学习的非常好。我相信我们所有同学都得利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